独立特派员和杨立州导演监制合作的怪咖系列纪录片《骷髅》。骷髅是一个断了右手掌的民宿主人，有一年他跟自己承诺展开走路环岛的旅程，没有想到这个从一个人开始的旅程，十几年来不但疗愈了他自己，还承接起许多年轻人的生命故事。许多人到骷髅的民宿打工换宿，跟着他走路环岛，成为全台最狂野风市级的活动志工。导演连真慧花了6年的时间记录，一起来看他们的故事。听说人生有三个坡道，上坡道、下坡道，还有没想到。我砍东西，他跑回来砍到我自己的手。你的手是怎么断的？我爸是跑船的，从小他带我出去国外冲浪的时候，咬一口，手还在。可我回去没什么理他，他伤口有敷药。然后就一个礼拜左右，他就坏死，就来不及了。以上纯属虚构。我国中毕业第一年，手就断了，完全没希望，我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啊。应该说，希望这两个字是什么？谁给我吃饭？我就效忠谁。以前养狗的时候，上班也是跟狗在一起，下班也是狗。其中一只狼狗叫骷髅，我每天看着那只狼狗，我觉得它跟我很像，它也是偶尔会皱眉头。那我也觉得他很厉害，所以希望自己成为那样子。有一天我就说，明天开始我要叫骷髅，请你们叫我骷髅。边生活边要长大成人的过程，还有喜欢画画艺术、搞东搞西的这一块，让自己生活没那么好过，但是心里有好过，所以也必须要矛盾好多年。现在就会想到以前人家在帮我们的时候，有时候一个眼神就叫做帮忙，一句话也叫帮忙。不知道怎么下去，你就要赶快下的时候，就是我会想的字。啊，叫我这样。是不是感觉好像在悬崖边要跳下去的感觉？我27了，我觉得这个年纪好像要自己确定一些东西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找到那个方向，所以我先停下来看一看，所以我就来这边一个月。去海货前我做了2份工作，一个是做百货业的服装销售，然后后来去了一个甜点店，但都不是很顺利，觉得很茫然吧。我那时候觉得我怎么可以这么的不长进，就想要去一个地方。我知道原因，
但我觉得说出来应该是一个蛮丢脸的事情，可是我好像就是这样，就是我觉得我做的很多事情是为我爱的人做，或者我欣赏的人做，不是为我自己或我的家人。现在的恐惧是你会怕自己后悔，就是怕未来的自己回看为什么你不早一点不选择，然后浪费了时间。 Masa 回到安静就可以有律动，这是茶语吗？这是不屑的意思，这是只是在聊天，我没有去想说要帮人解决什么困惑，也许人家帮我解决，年纪小也有年纪小的会的地方，但也许是年轻人本来就是正在长大，很多事情就是要知道一下。他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跟他们聊天，他其实有时候他是就是安静的坐在那里。骷髅是一个怎样的顽皮的小孩？老板是怎样的人？板是一个他是一个很常可以感受到别人的人。我们就是沿途这样子走啊，想说有地方扎营就先休息一下这样子。嗯，啊，如果真的不行，我们就应该是真的不行了。好好，对对，我现在知道了，我们马上。对啊，马上啊，没关系啊，你好。好好好，哎，大家哈，收到了哈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继续往下走啦。从小到大很怕落后，跟我同一辈的人很怕可能被大家遗忘，所以我反而比较怕走在最后面，怕看不到前面的人，怕迷失方向之类的。2017年第一次跟骷髅走路的时候，那时候我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个困境，对自己什么信心都没有了，没有，完全的没有。有一天跟骷髅走路的时候，他就放了一首歌给我听，听着那首歌，我的眼泪一直落下，骷髅就什么话也没说，递了一张卫生纸给我。那个 moment， 他明白我的状态。在走路的过程中，我慢慢发现，慢慢梳理了一些事情。第一次你环岛从哪里走到哪里？就这里，台中艺术街。
就隆中中中，走到摸到鹅銮鼻的灯塔，我摸一下才算哦。所以你第一趟走了多久？我出去三个月才回去。应该还没开始走，我就后悔了。我笑自己没事干嘛答应自己，什么皮雕卖5000块就要去走路，真的是吃饱没事干，干嘛自己答应自己？我不要告诉别人，又没有人知道。啊，我第一天走到彰化，隔天没办法下床。因为早上8点走到晚上11点，我想说哇，明明是平常起床就起来，我想要下去就下去，脚不动，真的痛到不行，想说这样怎么走第二天了？第三天睡觉起来，脚完全没有痛的感觉。想说完蛋了，用借口就自己不好意思就跑掉，这些借口全部都一个一个就跑掉，没有借口。我才想说糟糕了，这下要走完了。你心里最不想要的那一块，就是你要的。现在去要一定要向右转哦，很近。人家建议，绝对是好意，要敢听，要分析一下，不然几乎都是痛苦的。走路，我们在走路啊。走到那边也1000米路了啊。因为那是别人的想法，或是甚至那是别人的梦想，想要建筑在，我就不想做，我就是做不到。你要做，骷髅去环岛，我没办法。什么骷髅？你没走完，你怎么可以没走完？我根本就没有走，所以你不可以没走完。就是被这么大脚的机器压到了，然后踩一下就是，踩一下它这里就会放开，所以它这里就会下来。因为用夹子拿太慢了，师傅说用手，可是不能怪师傅啊，人家叫我去死，我要去死。断手完之后，所有的坏的习惯什么都加重了。偷东西，西墙的跳，看到别人有手我没手，一定是没手的原因，造成自己的不幸福。朋友之间不和不顺，我就会怪我的手。出去巷口买啤酒，回来就被一群7-8个半棍齐飞打。再怎么看我都不是一个好东西啊。走路的时候在台南关田，晚上10点左右，路上没什么车子，我走在那个机车道上面，所以那机车这样飙过去，我又看见他们掉头过来，让我想到就是他们想回来干嘛。我就让自己生气才有力量，那我就把小刀准备好，
可他第一句是说笑脸，我心中就想说笑脸的声小啊，不要弄得来啊，可是我没有讲话。可是他又第二句又接着讲说爱给你宰吧，我就从那个我可以干掉十头牛的那种力量变成我不如干掉自己好，人家对我那么好。一批茶巷的，一批胡他一批，一批大厦，啊，五个地啊。看他们在布置，就是像自己在布置一样，所以心急有点如焚。看到的都是我以前的身影。艺术家的东西，他就是还没有成熟之前的人，都不好讨生活。全场要什么开销？谁说的？谁说的？快点，换位置坐一下，我来摆摊，你就知道全场有什么开销了。什么都开销，包括小狗走过来都得开销了。刚开始就一二十摊，一个礼拜的菜钱，我绝对都是大锅饭煮给大家吃就好了。啊，后来就没想到超过100摊之后就直接跳到300摊了，这没有人会想到的，所以那时候开销才出来。真烤，最后有两只要再烤。老板加油！七天赚的钱当成公司级开销，我知道这不是梦，但我就是把它当成一场梦，所以这场梦做得蛮爽的。看到非常多的人是真心的笑，而且这些笑容都会给我自己跟我走在同一线的朋友很多的回馈。一辈子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刚吃完泡面，我谈过几场恋爱，但这很美好啊，也不错啊。我不想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这样子，然后就走了。不要，我要是手没断，一定会走偏的。
手没有断的话，我就不会去走路，也不会来开民宿。你为什么哭啊？这八年来看到的事情太美。如果回到16岁，在我工作的那个机器下面的那一秒钟，我自己在想，我到底要不要让它断？不要让它断。走过人生低潮者就会知道，有时只需要简单的陪伴或倾听，就能让彼此缓步走出生命低谷。谢谢您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，我是陈婷宇，我们下次再会。